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国战娱乐抱团的一个专题，希望大家喜欢啊。那么，关于素材的话是有很多位将啊，今天的话就因为太多了啊，所以的话就还是出一些啊，然后还有这么多啊没有出。当然在这里的话也希望啊给大家提个要求，投稿，为国抱团之类的素材啊，如果大家看到我这个要求的话，尽量啊还是细心的挑选一下啊。毕竟为国抱团素材太多，你到时候呢投稿也是投了，这样的话大家都浪费时间，对吧？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啊，对于为国抱团的一些素材精挑细选，那不要见了抱团胜利就投。然后其他的就是至于11月份的奖励啊，被高亮的玩家啊是包括抽奖的一些啊，请尽快与我联系领取奖励啊，大家自己看一看，我就不读了。好，那么这个就这样，那我们来挨个看一看啊，先看第一局。第一局的话，这边是由二区玩家 HP 10000提供的素材啊。那么这一局的话，主视角这边呢是田丰加独菜哈，留一个离间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起手的话，牌也还行啊。一号位直接八卦减一挂起，没有其他大动作。二号位那边呢，直接是被冰凉冰中火攻烧一下。当然，这里本身呢，它其实偏位一点。那最后呢，是仗着有虞姬呀，以难觅踪迹，佯觅踪迹啊，对吧？呼唤佯觅。好，那么三号位这边的话是没有动，主视角啊，闪腾无懈在手，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边的话，南蛮入侵又打出来，先标一个飞舞，替我挡着。小乔替我挡。这那么开局啊，化于虞阴姬呢为自己的这种盲区付出了藏一定的代匿价，于对吧？乾坤。看似啊，他这个切换啊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但是啊，第一下这个肯定是没有了，然后第二下这边呢又是一波被南蛮 AOE 给打中，没有办法的，对吧？AOE 啊、大离子啊、丁凤等等的，虞姬都比较蛋疼的。挣扎吧，好，那边的来话蓄合挣的是扎实力。吧，然后又是一个南蛮哈。贾大爷帷幕亮出来，有哈、啊！虞其姬这一下的话志，是给了自己，那么周瑜又是克虞姬的，所以虞姬啊表示哈、啊、逼了狗幻了，变迷踪，决斗还好，虽飞再鸟，杀一刀，亦难杀一刀觅呢，他自踪己应该手里啊应该会有闪，所以的话直接判八汝卦。夫尽其哦，时吧，难且怪空手而归。啊，原来是藏了这么一手哈，666啊，666。那么开局这边啊，董胖一波横征之后呢，其实这边啊，你可以看到你的计残血谋的被残识血，破，其实你是可有是了死一定的排身，差，对吧？主视角，死尽尽，最佳且听我最后一言，藏小乔匿弹去吧，乾弹不了，坤。弹不了。那么这一波小死剑发挥一下，那么最后董胖这还有一波大铁与锁，君一刀临，小八血带出去，当然这一此个白生银啊欲，七血。何生与那容我们俱谁是荣？以荣俱荣？那么像五号君位到不时候知又被顺臣，手再杀一臣刀，不又知要狙击。君，五谷丰登开了一下，还拿年弩，罢所以开了。局啊，这一局呢虽然开始虞姬啊是为自己的这种以鲁荣莽俱盲区荣，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知道啊，他这个董胖一亮，这就是以啊荣瞬俱间荣，啊局势明朗。最后呢年弩一波突，主视角这边还能爱从情刚生才的的死喜，剑零两牌仪生到现死在的将，随时五牌到手，实在是啊天翻地覆，哼。那么瞬间翻身把主坐，庞统的话，这也不索索啊，坐山观天虎有神斗。之人，那么那边的是话，人间难救，刚死人啊，间难救啊！僵尸啊，这个肯定啊，这个绝对是肯定的。那我们看到，嘿嘿，神将邹氏啊，哦，忘了是邹氏，哎，差点又，好吧，有邹氏在啊，僵尸没有办法变迷啊，没有办法。踪。虽飞鸟，亦难觅踪这个迹。邹氏啊，最后也好评，对吧？把僵尸跟庞统这两个，应该来说啊，如果没有邹氏，大僵尸应该来说还能有的一拼，庞统还能再活一条命。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到时候他们哎这边直接来一波地盟或者耗尸的配合，那也是挺蛋疼的。所以这一局啊，主视角一个死劲的小小发挥。横征年弩铁锁大发挥的一波，然后甲鱼邹氏呢，邹氏的一波，倾城祸水，对吧？Nice 啊，Nice，第一局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第二局，第二局这边没有标注啊，我们来看一下是由哪个玩家提供的素材。
是由4399玩家鹰眼啊。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魏将没有选，其实魏将也不错了啊，对吧？张合配个曹老板啊。那么最后呢，是大嘴加等胖三号位的一个武将。这么一个武将的日常的套路很简单啊，跟刚才那局虞姬打法类似，可以招仇恨，到时候横征一波。但是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这么去操作了。那边南门开出来，通通算我的啊，蒙大爷啊，萌萌的，送死你去。恐龙的话直接啊，这个明赤之风啊，那么主视角没有问题，三桃在手啊，那这样更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卖一卖了。结果人家顺手来撸我们的三剑，没有其他大动作。五号位呢，无中生有开一下，寒冰挂起，闪电走起来了。小乔教主司马直流啊，六号位藤甲挂起，猛火的话加一远交进攻扫出去，最后无中生有万箭齐发打一波，我们主角掉血。那么现在看似我们这一个横阵啊，并没有多大的发挥余地啊，最后是司马跳出来。那么现在啊，你大嘴想要发挥啊，藤甲的难点，司马的难点，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都是障碍点，所以的话现在嘿嘿，对吧？这蜀国打司马，正中下怀呀，正中我们下怀。当然藏好而言，你就能赢的。好，现在场上啊已经开始形成了撕逼模式，主要直接吃桃，顺个剪影拿过来，问题不算特别大。那么下家的话，丈八挂起，那边闪电走起来啊，非我之过，两边入侵。好，那么这里的话再开五谷，当然他这个五谷也就保一下自己，可惜啊连个桃子都没有，酒也没有取，这样的话手里可能还是另外一个酒，还是怎么回事呢？哦，月影也出来了，瞬间这一局场上的话是三鼠抱团啊。这个三鼠抱团的话，月影就这一下，没有其他大动作，应该来说还是一般般了。刚才继续救啊，但是主视角啊放弃，对吧？这大嘴那是我们的难点啊。好，恐龙的话直接啊，这边是闪电继续走啊。好，最后是杀一刀抽鱼，现在场上肯定是蜀国做大了。嗯，来嘟嘟，三血怎么办？就靠闪电卖的，对吧？那么这个闪电卖的哈，应该来说啊，非常的及时，直接一波横征，然后大嘴启动，跟恐龙远交一代狼刷一下牌，反剑反剑，主视角救一下四号位好评，这个点你是一定要防的，对吧？万一是队友，你到时候就尴尬了。但是这你刚才已经救了一下，你啊想救恐龙。没有问题吧？最后被迫吃桃啊，那么还好啊，马腾活过来了，对吧？所以我们第一个桃喂的还是啊比较那个的。那么最后的话，马老板再一出，直接啊全熊形成大果牌，主视角至少有那个输出了。那边过河拆桥啊，一兵一乐，这样的话，老猪哥呢留了四张牌啊，但是他控到了我的。佛挡杀佛，马腾保不住啊，孔林最后也跪了，但是这一局主视角依然还有机会，对吧？这一局呢，全熊刚才抱团啊，看似形成了一波啊过牌大输出，然后最后这里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困难了。主视角呢是最后还是一个娘血，那边杀一刀主视角猎弓啊，猎弓绝不会倒下。看好了，哎呦，顺手 nice， 那这一下的话，周泰肯定是就是替我们立功啊，立功对吧？反剑反剑，啊，那么僵尸啊，最后这一下直接跪了，尽管取用啊。好，最后的话就是这么轻轻松松啊，对吧？嘟嘟呢，本来其实这个时候无论从抗鼠的角度，或者说啊把我们放出打工的角度，其实还都可以，毕竟啊他这有不屈扛着。但是不屈有的时候还是风险存在，对吧？好，这一局就这样了，横针大嘴。下一局，由四五区玩家玛丽莲梦露，哎呀，大美女呀，大美女。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主视角是一个什么鬼嘞？哎，恐龙加田丰啊。那么应该来说，整体这么一对武将的话，偏辅助一点。身处一号位，骑手没法远交进攻啊，直接弃牌。那边小鬼就直接出来了，人以高解，可惜啊，手量被越境这个啊，算了，不骂人了啊。女萌克鸡鸡，吓得克一下自己的鸡鸡啊。
那边酒骚一下，那么这个酒骚的话应该是偏魏群，魏国可能还多一点。摸牌，李典直接出，胜乃可全，哈，加一减一丈八，嗯，知己知彼，六号位主将非魏，减一挂喜，那么应该不至于是蜀将吧，对吧？如果是蜀的话，这个也太招嘲讽了吧。所以的话更加偏全无一点，火攻骚下去，莫再提起。当然啊，这么一个格局的话，感觉李典有点呵呵思密达。这里的话又偏魏一点呢，标个飞鼠吧。那边朱雀骚女萌，决斗，魏将啊，魏将没有问题的，顺手再顺手。这边呢去配合暗将哈、啊，来粘弩给那边，但是这个粘弩给那边的话杀郭嘉不太划算啊。八号位刚才干嘛了？那边杀还是继续杀女萌。众将死战啊！八号位杀的二号位，稳固内政，以御外患。刚才这边啊，节奏有点快。好，我们稳一稳啊，速度慢一点。那边的话，杀起了越境，何惧节操？那么现在场上啊，这边的话可能魏将，这还杀的二号位吴将，偏魏群吧，魏多一点啊，魏多一点。所以现在的话，这边可能是四位哈、啊。按照道理的话，可能八号位这个点你要出来行动了，对吧？直接出来压制，然后呢，形成魏国的一波。关键你已经对吧？该出来还是出来，可以的。那么这里的话，朱棣千里袭人，哈，女萌有桃，万箭齐发再打一个。手里估计有桃啊，李典那边需要求援呢，救援。那你前尘往事莫再提起。救了吴将，好吧，那开始他也杀了吴将啊。好，那我们主视角来这里的话，直接礼让啊，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赤桃来死计哈，但是你这边控的郭嘉控不了李典啊。还是老臣直言，这个 nice 哈、啊，贴出去一波火攻，但是呢没能死掉啊，没能死掉。三号位，三号位这个时候啊，刚才又救起了女萌，肯定是非位了。郭太桥刚才主视角啊，李让选择了五六位那边去给南蛮入侵打出来，主视角的话需要一逃啊。大丈夫就格局小节，前尘往事。莫再提起，大丈夫何惧小节？这个五号位替我们打的无血啊 ，nice 啊 ，nice。那么那边的话又是啊杀了，啊不是杀了，没别的了哈，就这样了。谁能挡我？谁能挡我？他没有动我们这边啊，九杀是杀了六号位，好吧。这个太不稳了啊，瞧不起我们主视角哈。那么最后呢，李让的是队友貂蝉，这样的话他一出来啊，直接把那边啊魏将又压了，然后呢暗搓搓的又出来了马腾，所以刚才主视角这李让啊命中队友哈，效率非常高，直接一波锁锁连环，远交进攻再刷个牌，这样的话知己知彼确认一下三号位的身份，主将以逸待劳再刷一下。那么当然我们孔大爷来，其实啊这个点的话，万箭可不可以给呢？就我觉得万箭啊可以考虑，刚才可以给一下他，刚才有没有青囊过啊？好像还没有青囊过吧，对吧？还没青囊过，对吧？如果你万箭给他，他可以考虑先青囊一下保你，然后最后呢再去开万箭。好，那边的话又是一波锁锁连环，火攻，这个应该有草花的。哎，那么我们这边啊，翼龙巨龙随时又来了一逃啊，一逃。关键是啊，他这里一带的话，郭嘉被控，剩下一个夏侯渊两刀，最后默默裤裆掏大气，但是也就这样啊，也就这样。最后上那边的话直接找华佗了啊，这个时候他去神速其他人效率太慢了啊，效率太慢。好，那么主视角的话，这边无中生有，以逸待劳啊，先给队友刷一下红牌啊，给华佗。那边的话再刷一下粘弩扔了，可以啊，可以，这个时候求稳嘛。那么翼龙巨龙来顺手转羊，可以再撸暗将啊，这个是非队友的蜀将，
对吧？开始跳了飞位，然后又跳了飞舞，最后是救了主将，那这首相也太……那么这一局我们抱团应该来说成功了啊，应该来说成功了。死剑三剑两刀哈，木不在提起，最后就轻轻松松了，不是特别难。九雷骚哈，羡慕吧？这不打三号位，大丈夫何惧小女荣巨荣，女荣巨荣，浪费啊！整体打的没有自己的瞎打，哈哈，这张飞感觉整体呢，其实也不能叫完全瞎打。开始这边有个女萌，他去控，对吧？然后后面的话，哎，好吧，好吧，就这样吧。好，这一局啊，这个是由魏国手中抱团啊，全雄直接黄雀在后。好，下一局。下一局的话也是没有标注的一局，这一局会走路的250啊，有一局玩家。好，看一下这一局的话，主视角大嘴将马老板起手带大气。那么这么一个开局的话，主视角应该来说啊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啊，防御肯定不愁。一号位的话，冠世减一挂起，二号位减一，三号位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大动作。一大劳都忍了都不换一换哈、啊，不好意思考了，好吧。里面的话，万箭齐发打出来，炸出农民锄禾红当舞，哈，红桃红塔啊，这个是桃太郎啊，桃太郎。一号位被知己知彼，然后呢，四号位南蛮入侵，继续开出来哈，继续飙飞五倍。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不破敌。明示哈，明示，好吧，替天行道，好吧，这都太浪了，太浪了，武将大梨子。直接拼点，那这样的话场上各加一个势力。击鼓于此，国差陈农民以至四方，再来顺手，何愁不破敌，再杀一刀农民，酿兵器吧。击鼓于此以至四方，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最可免，我最难受，我最难受、那么这边放逐搞一下贝贝，然后南蛮入侵开出来，继续放逐啊，翻一下群雄，主视角这边出杀雕虫小鸡哈。好，那么场上的话，这一下瞬间这么一个位将肯定是有点尴尬啊。这贝贝还留了两张牌，这是小诸葛，当然黑牌给小诸葛的技能都够了，啊，还是很尴尬，很尴尬。你的计谋被识破了，雕虫小技，哎，这一波啊，农民相当的尴尬哈。那么主视角这边还是暗中操作哈，谁也不惹，对吧？现在的话，当然残局啊形成了一丢丢，那边呢又出了队友女巫。现在的话，其他势力啊，看看怎么操作吧。当然现在场上呢，主视角只要到时候一出呢，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那边无懈，哼哼，哈嘿，哈。好，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拿到三间，那边陶朱克起来，小月娘燃烧吧，火攻。打女布扫一刀，二号位顺手上不到我，关羽在此，哦呦，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全胜比较安全，对吧？这三鼠抱团哎，哪里走？三鼠抱团的话呢，我们这里哈、啊、就其实啊，这边应该来说啊，这个排序稍微注意一点了。这里你应该来说啊，都已经明的两个队友，那你这个时候肯定先开 A 啊，先开 A。当然这一 A 的话，对于甲鱼和恐龙都没有伤害，所以呢也不会啊存在那么多的啊危险。继续放了一波黑，你可识得此阵？不过、啊、可能也想到了一点啊，会不会是骗小诸葛那边无限哦？小鸡，小鸡鸡啊，那么可以，这里应该就开一个雄鹰了，对吧？这个你肯定是开雄鹰的，所以这里稍微有点问题吧，过多了，祝融，你可识得这个桃园啊，不亏。
我们的尖回来了，火攻骚一下。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射一波给队友，同志们你们加油。有觉得有火攻，那直接啊，小杜哥肯定是跪了，肯定就跪了。二爷的话就慢慢撸死就行了啊。好，这里的话这一局就这样，准备放箭。然后最后一局全雄由九区玩家曹绿从丞相啊。好，这一局的话主视角呢啊，甲鱼加教主玩沙雷呀、啊、玩沙雷啊，这个回合内还真搞不成玩沙雷，这个我瞎扯淡了哈，回合内很难啊，借多少人杀我自己来一个玩沙啊，这个有点难度。好，一号位的话，二号位这边，二号位是直接撸了一下装备，一号位呢是自行啊，没挂热就被撸了。雄王尿出来，直接锁死连环啊，火攻打一下这边砸到了啊，老板啊，还想不想要工资了啊，小家啊，何愁不破敌？何愁不破敌啊？屯田挨操啊！四号位锁死连环跳飞位了。这一个五谷的话应该来说还行啊、嗯、还行，对于魏将还是不友好的。无礼先王以成天之道、嗯、真会给啊，长了眼睛的礼让见面分一半、哎、这个时候呢大师这么一给啊，你看大嘴出来了，瞬间我们当然了，他这个时候出呢稍微啊感觉场上的这种部位明明是太多了，国家可以卖血二张啊，大师的主将或副将都没出对吧，二号位那个点还不确定，当然啊看他吧。哎，主角准备好雷击了哈，以至四方。那么这边的话可以啊，要劈万箭才齐发，再来一波，还有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雷击啊，打大位的话，应该来说，雷公轰我、哦，对吧？要你三斤石，不留人道五斤啊！哦呦，国家这两头就曹操这个打的不太好啊，不太好。哎呀，这肯定是保自己啊，曹老板有啥好保的呢？对吧？关键曹老板那还有个六部四属看着哈、啊。但是。最后呢我们有教主看着啊，所以的话没有无懈他的基本没有什么用，那么最后就看啊，这边二张的点一定要控住了哈、啊、如果这个点你控不住基本就要GG，选择了浪舞，然后呢暗将二号位神速一杀，这应该是队友了哈、啊、应该是队友了，这主视角啊，这里来看浪舞一波啊，直接胜利啊，直接胜利，这最后还有一个、啊惊喜啊，小惊喜队友，万万没想到队友一张乱舞带下去哈，二张足哈足。好，这一局的话最后一下乱舞还是比较养眼的，就这样了。好，我们群雄局就这样，后面看看蜀将。第一局由四五区玩家提三尺清风提供的素材，看一下啊。好，这边的话是小胖加张飞，那么七号位啊，七号位，一号位直接被重铸，捡一挂起八卦，挂起一代劳刷一下，然后洗牌，这个问题不大，嗯，二号位捡一顺手撸八卦，然后呢七，主视角，嗯。张飞加小胖啊，其实有一点点矛盾，对吧？这个小胖呢，你一拍啊是放水给菜刀队友，但是你这里自己啊却是一把大菜刀，这个到时候啊有点小尴尬哈。那边的话继续八卦看起来，最后农民拿到手酿抢两张，坑大嘴，三号位加一挂旗，四号位冰凉寸断，那你这里要动农民，估计要被顺了，哈哈，这个明的，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九杀一刀结果杀下家三血不卖，可以啊，可以，这个心狠手辣啊，你隔壁老王啊，庞德跳出来何居节操，接多少人、嗯、留得良田在，对，他刚才还不如啊处理点呢，对吧，你这反正农民出来要招嘲讽，你这离点一出还不如啊求个装备过牌啊什么的，可以保一下自己。那么那边的话画图庞德主视角来杀一刀离点啊，先让他卖一卖，乐不思蜀，南蛮入侵，再打一个，开局的一张神南蛮，
擦标慢手。看我的。祝融又跳出来，那么就看李典这个点啊。当然说，留得良田在，何愁破敌？他还忘记，没有办法，他这个的话是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对吧？那么现在的话，蓄了两张沙在手里，那边回合开始有一个毒条啊，又有可能是队友了，哈哈。啊，回合开始，吴将、魏将、蜀国都有可能，田丰出来压他一步。三号位是小托管一下，没有去动。那么祝融的话，南蛮入侵，主视角藤甲已经挂起。为治四方，下苍生。华佗可以自己啊。那么这里暗中操作啊，来了一波南蛮送给了祝融。现在祝融的话，这一下应该来说啊，有一定的将心。这老诸葛啊，好吧。这个之后老诸葛。上礼，守看了队友。那么这一局看似啊，我们这边很尴尬哈。蜀将很尴尬的一个南门啊，吃了队友气光光，那么主视角直接跳出了，注意了，这个时候神抽啊，天锁城主神抽一张南门，这一张南门很关键啊，啊也不叫很关键，其实这个南门打出来的话，你这个手里三杀已经是够屌了啊，对吧？再来神抽一张南门，然后后面就是咆哮一波，对吧？关键是已经残血，那边随时无中生有在开。啊，我们回血，那野人张飞在此，哈，最后再来一刀，走。桃园结义啊，回血没毛病的啊，没毛病。这样的话，整个最后蜀国抱团在主视角一张神抽南蛮加啊咆哮一波带输出核心的一个小力量，后面的话就有三 v 一，三 v 一呢？其实到了最后啊，这边三 v 一能够逆袭的武将不太多啊，不太多。僵尸猴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啊状态很好的话也很难逆袭，对吧？我们蜀国攒满装备，到时候慢慢打你哈，还能怕你？岂能长久征战术？最后很轻松，竟被暗箭所伤。好，这一局啊，我们这个谁说蜀国哈杂蜀不能团，打打杀杀真没意思哈，那我就一票干死哈，往死里弄他。下一局。啊，下一局还是由这个一流浪的大汉提供的素材，一局玩家。这一局啊比较，我们看一下啊，主视角看破，对，主视角老小诸葛配啊，一号位弃牌，铁锁也没有啊，重铸了啊，重铸了。那边火攻，主视角的话倒是直接把无懈给打出去了。那边，这是你看四号位主将，然后呢，人是铁，饭是钢，直接减一闪电挂起，四号位知己之笔，最后呢杀一刀闪掉，好，那么现在场上的话，主视角戏桃，节奏不是特别快啊，南蛮又开了一个老。小月英啊啊，我们老婆，反正都是我的老婆啊，都是我的老婆。但是啊，这个老公都在旁边啊，你别给我打一个啊，看不下去啊。来，绿帽来袭啊，顺手。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破敌那么这样的话，这一局如果蜀国抱团啊，当然现在首先是抗位啊，月英的话在这边各种顺手被打无懈。冰凉寸断控下家，但是这个应该来说远位嫖一下农民啊，对吧？决斗再来，火攻继续骚，呵呵，啊，还没死，还有一套，再来一刀，九杀，留得良田在，九杀杀的，何愁不破敌？很寂寞哈，很寂寞。八号位，冰凉寸断，那么最后的话是直接吃一桃，恢复四点体力，问题不大。那边呢，二爷，几乎于此。以至四方，那刚才是一个什么毒条啊？等会儿刚才也没看清啊，应该不是摸牌，那只能是回合开始或者是放城的毒条，对吧？罢了。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月英的一波大输出之下，二爷呢紧随其后带了一个魏将，那么司马在这边判定啊，南蛮入侵打一个。这个南蛮的话，主视角不虚啊，直接出杀。
二爷，人王盾再杀一刀二爷，啊，小胖的放权独钓刚才是啊，刚才没看清啊。好，四号位这边的话，闪电司马呢很有可能啊，想着哦，大铁锁还来了，嗯，阴险啊，太腹黑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肯定是想着闪电啊，对吧？扎一波蜀将过河拆桥，嘿嘿，这扎蜀啊，扎蜀，驱虎吞狼之计。那么蜀视角现在呢，就需要这个黑牌啊。那么还亮了这边，当然啊，他雷不死我们的哈，啊，炸不死我们的，留一张牌给闪电牌，然后呢，两张黑牌到手里。这张黑牌啊，注意留了两张武器啊，一个包闪电，一个包一曲江霸，一曲江霸，定须退，对吧？就取江霸啊，一中生矣，一曲江霸，我们就来赢了。真真之志，守清退之计。啊，亚美德呀，这也不是亚美德了，这是亚马达啊，亚马达。啊，最后一个九杀，好评，直接带走狗货。那么这样的话，月英大输出，关键时刻啊，我们一个小看破保住这个闪电，啊，那边还有两百贼啊。最后呢，闪电哦，还是没有改判啊，没有改判，好吧。当然可能啊，还是想的，比如说在这边的，炸蜀将啊，炸蜀将。我自横扫天下，那他那边说恐龙啊，刚才七百阶段有读条，还是他开始看过的。好吧，好吧，这个我刚才啊错漏了一点信息啊，不好意思了。顺天啊，他开始知己知彼，看过四号位主将，哎，好吧，好吧。那么这一局啊，最后，对吧？主视角呢，这铁锁肯定是拿那个，拿一波啊黑牌保闪电保六个速度肯定没有问题的。这一局小发挥啊，主将的发挥。下一局，下一局由二区玩家还是 HP 1000提供的素材。那么这一局的话，看一下啊，这一局呢，主视角姜维，注意了啊，没有放副将，这样我们是天赋的抱团技能，那主将技，对吧？在我们蜀将的同一队列的回合内，用油看破，啊，用油看破。那这样的话，其实呢还好。这么一个四血武将其实还好，有挑衅，然后呢你四血狂骨，对吧？方便续爆，起手呢就有南蛮，二号位上来呢就火自己日比是重铸的啊，然后火攻的远位感觉偏位，但是也没打出实质性输出。三四位不动，五号位桃园哈哈，假装开一下哈，假装我掉血了，哎呦好舒服啊，结果最后是甲鱼过河拆桥。那么丈八派出顺手转羊撸一下那边减一，乐不思蜀贴甲大爷万箭齐发。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掉血下家八卦判起来，甲鱼那边在无懈九杀一刀啊，九杀一刀。那么这样的话，甲鱼为他的开始的这种啊帷幕付出了代价，想来离宿主角来看一看啊。那么顺手这里呢过拆桥拆甲鱼，直接一击啊，直接一击，一击可擒也啊，看来好走势，命中当有此劫。那么现在场上的话，暂时呢啊办掉了一个哈，犯贱的后果。好吧，三号位回血弃酒，可能非位吧。四号位托管弃逃，五号位呢朱雀。那么月英继续，哼，哈，那边托管取消托管又托管回来，知之比，当然啊，这个应该是非对。仁德之君，则所向披靡也。过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主视角主将肯定是可以出了，哈哈，肯定个他这一出，我们刚才已经是顺着打的，无非就是偏位数。小小王了，那么主视角瞬间啊，乳臭未干，哈，具有看破技啊。那么入侵送出去。加群啊，掉血，丞相也教我识得此计，保一下元婴，最后呢直接四牌在手，看破小技能。当然啊，在扎群这里没有办法用黏挪人家一波，可能会吐蓉，然而祝蓉你家副将没出，会不会藏个庞统，对吧？江东小爸爸孙伯符主视角两套在手啊。那么当然啊，这一乐一逼对于我们啊看破而言啊，小意思小 case 啊，小 case 拖哈，
来那边的话，流氓耍一下，要想富先脱裤，裤一脱满盆波。好吧，那么五号位继续烧起来，当然主持要看破就有了。哎，啊，有破绽，有破绽哈。啊，你这个裤子破了哈，裤有破绽啊，来吃个桃，南蛮入侵，看我的。主持者的话，这里可以考虑哦，塔了个无戏啊，好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啊一个看破保起月音，直接输出行动，那应该来说还是很轻松了。加上祝融后面的话再去啊，哼，顺手。那么加一挂起过个拆桥再来拆距离，没有问题的啊，知己比。看一下周瑜的副将，最后呢杀一刀，玄德，玄德，好，那么像祝融这个时候呢，他有南蛮啊，他有南蛮。锁锁连环有没有属性杀啊？有没有属性杀比较可惜了。南蛮开一个，主视角选择掉血，因为你自己可以吸血，对吧？所以这里的话也就不虚这一张杀了。那边有守城，可助军威，来，南蛮入侵继续扫一个。那么这样的话，那边五号位啊，求逃了，保一下原因。好，主视角这边叫你主将出来，顺手拿人王盾。那这个地方选择杀一刀啊，带一个人头，但是我感觉啊，难道这边还是怕周瑜哈、啊？怕周瑜到时候是这个僵尸，还是道理啊？可能会去杀周瑜，但是周瑜确实啊，这副将有可能藏个僵尸什么的，反间。许褚暂时没有距离啊，所以的话打起来还是比较艰难啊。冠石一杀，那么没有用了，哈，没有用。好，我们又有看破了，来过拆桥，那么这一局基本就可以结束了。啊，我们的看破应该来说啊，这一个主将技能看破天赋小发挥啊，小发挥。不能说特别强吧，主要是蜀国联动，然后南蛮的各种配合啊，各种配合，还真是僵尸啊，真是僵尸。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看看蜀将就这样了。我们来看吴将的局啊，这一局由九区绝缘桑提供的素材。主持角呢，魏将没有选，最后是吴将啊，没有带猴子。两血猴子确实不太咋地啊，最后呢是选了一个大师加二张，一号位直接弃牌，二号位的话也是弃，杀一刀，南蛮入侵，统统算我的。好，我们直接弃一下，那边下家的话，猛货九杀一刀啊，大铁锁。有老夫呢，大权。勒布斯楚贴七号位减一，顺手被无戏打脸，火攻过拆有点过分了，大哥啊。就这样标个飞拳，其他都有可能啊，方能养生啊。而主角呢，续报了，哎呦。这里看啊，一男两局续报啊，这个有点暴力了啊，暴力之气啊，伤人不害己，对吧？啊，七号位不动，那边的话借刀，斧头丢了，哎呦，我的妈呀！那么现在场上啊，大家都没有动蜀吴，而是直接盯着群雄去撸了。这边开出了万剑啊。这个万剑说老实话应该是针对群雄的，对吧？好，主持角决斗，暗中操控一把。哎呦，马腾啊，他还想等啥呀？刚才这里都不开，对吧？刚才有机会行动啊，这太有，哎，自己都要死的人了，还在这儿。那么那边的话，吃桃，八号位也没有动。都是三血不卖啊，那这样的话感觉非位啊，这两个武将啊位的可能性又比较少了，蜀吴之间吧。猛货砸拳杀一刀猛货，在冰凉控一下，七号位看一看这个点的话是直接还是杀猛货，这里的话应该来说身份比较明了。
那像这个时候，你像其他势力，当然啊，唯一能打到七号位的，也就这边三号位这个点。八号位直接回血，蔡文姬的话控一下八号位这个点没有问题，然后万箭齐发，黄忠打一波，这里呢直接啊带一下节奏，主视角来无中生有，杀一刀猛虎啊，最后呢弃牌，但这个留一个南蛮啊，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的。容我三思。不过说老实话，你留闪，黄忠呢也是能干死你，所以的话闪的效率啊也不太高。那么那边过寨小应该是无将了，七号位八号位的位身份呢，那就比较明确了，这个时候都保过去吃菜了，对吧？那么一波桃园结义整个大吴，哈，应该来说啊，最后的话直接是一波啊，直接是一波、最后啊黄盖还跪了啊，黄盖还跪了。那像这个时候啊，主视角其实已经啊，你这个地方应该来说能够推算出七八位的身份了，你应该就直接跳出来打了，跳出来打了，对吧？那像八号位，他如果是蜀将，这我肯定是出来一波二 v 二啊，所以的话，你这里啊，主视角这里不应该再藏了，你应该率先作为一个带节奏的，你这个节奏一带的话，后两家就顺其自然，肯定是跳出来，啊，想都不用想，而且你大师好事哎，你大师好事，对吧？都是你的，这还看啥呀？这肯定是队友啊！请各位，那么再下一个面子，何惧天下？三阶还空八号位啊，还去空了。哎，这个其实最后啊，虽然这一局呢深水无，但是啊，最后这里呢主视角啊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缺少魄力，缺少魄力。你对于暗将的身份应该来说有一点点的窒息了，对吧？你应该来说这个时候起到一个带节奏，赶紧结束你的目的。像刚才甚至啊，你杀张飞那个节奏啊，都可以动一动啊，动一动。好，这一局呢，主要这个点就过于深水了啊，过于深水了。当然啊，三个武将啊都是深水，哈哈，都是深水。好，下一局，下一局是。啊，这个没有标注啊，看一下。好，四五区玩家181提供的素材。你们看一下，这一局呢，主视角周瑜加大黎重铸啊，一号位的话三千挂起，杀一到六号位，然后呢扛一扛，都是两个三血不卖，位将两飞位啊，偏位偏两飞位，顺手看我的厉害，哎呦香香啊！666，那艺高人胆大，副将大小乔，那这个应该不是大小乔，都闪了，没有琉璃，对吧？僵尸吧，不然这也太冷。大嘴出来一波，何愁不破敌？那边有教主，但是教主没闪，尴尬哈，尴尬。好，那么现在场上啊，这个权威啊，主将主角也出来浪了，朱笔直接过牌。然后呢没闪的教主，那我就带你飞啊，也死了。沙东明有国家哦，再来一骚啊，就这样吧，南蛮入侵还打一下哈，有个无懈倒是可以保一下队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嘿嘿，国家啊还有桃一致四方四方保了一下香香，最后呢这个有桃啊不好反击，而且这么多方片，对吧？任德州啊恐怕冲线江湖。那么下架啊神队友，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小联动哈，小联动孙奔左决一死战之旅，要看啥呀，看啥，盯着向两家魏国鲁呗，就杀一刀哈。那么这一刀啊大家看好，司马闪也没有，酒也没有，桃也没有，空是一波输出牌啊。这一局啊我们啊三扎吴啊面对一波飞气满满的哈魏权啊魏权。那么大师见面分一半啊，看我的厉害，就灌石啊。那么国寨桥直接上过去，这还有红桃兄弟对吧，桃太郎啊，桃太郎那边甲鱼救起国家，就这样吧。但是九杀呢不好意思，你要保甲鱼不好意思，我就带你走啊，带你走，这还不容易？这日语几个意思啊？南蛮入侵啊，想确认一下国家。来，我们看啊，继续非洲哈，
这那就是整体啊，对面跟我们啊，表演的什么叫非洲国家啊，非洲农民家哈、啊，我们一般看到都是欧气满满的农民家啊，农家乐，然后这边啊，飞气满满的教主，飞气满满的司马。啊，最后的话这里就很轻松了啊，这一局其实偏娱乐了，没有什么特多的技术含量，就是对面太废啊，桃酒什么的啊太少太少了，最后大嘴肯定没有机会了。他好我也好，好，那么不过就这样了，我们再来看几局魏将啊，魏将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很多人啊投稿有些局啊下一次再看吧，还有一些局我也就直接很干脆的就删掉了没留，就是大家还是有的时候确实啊魏国局太多太多了哈。好，我们先看这一局啊，这一局的话主视角农民家徐晃三号位，一号位的话白银挂起弃牌，众将死战摸牌一点非我之锅啊，就要你背锅。那么主视角的话，这边啊，农民上来南蛮的话，赶紧出来啊，也避免被盲狙，对吧？这个往下家盲狙也算比较正常的一种打法。那么赶紧啊，屯田那边国家卖血啊，卖血。那么开局感觉啊，李典这是要搞事情的节奏，对吧？主视角来，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破敌一大佬再来，击鼓于此，以致四方。那边说 AK 到手没？那你就等着呗，哈。莫再提起这九杀坑爹啊！哎呦我的妈呀，不能忍哈，不能忍！这小排序啊，前尘往事莫再提起。那么最后呢，年奴也就这样了啊，有一个蔡文姬。主视角有吉席啊，不要忘了，那么直接选择顺手那边呢，再顺手往下加，我们关键啊这边再来一个南蛮，主视角啊还有一张借刀，对吧，年奴可以拿过来用的哈。那么这样的话南蛮入侵打一波，后面啊李典应该来说可以考虑忘戏啊，一号位直接走啊，天命难违，中杀人，还有曹老板啊，好吧，那我们这边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啊，主视角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先把刀拿过来，因为的话，这样的话可以让李典放心的给你卖啊。但是他还是啊很失去，那边有无懈，还好过架一张无懈，再待了一下，那我们直接啊粘土突一下啊，北哥。这个地方呢你应该来说啊，你手里有铁锁啊，你已经不太有距离了，你这个时候应该来说对吧，你没有屯田呢，应该考虑刚才铁锁啊压一下那边暗将，那六号位也好七号位八号位都好，反正你铁锁应该带一下啊，你看啊，再一次你像这个点你又打的有点问题了，你这明的可以锁锁郭家，你有逃锁锁郭家跟大桥这个点，对吧，郭家又可以卖血给你，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刷牌，大帅还死了啊，所以呢最后这一波小动作显得有一点点问题，那我们这边啊粘弩的话一波用啊，那边郭家说杀错了啊，杀错了想顺手的，好吧，这个那我们这边啊最后的结局已然明晰，就是粘弩的一波互相操作，哈哈，那么郭家的话这里直接突完啊，直接突完，奈何奈何，啊，这一局有这个主视角啊，是轰炸铜雀台哈、啊，玩家提供的素材，四五区的一个玩家，你这恐怕曹老板容不得你吧，哈哈，对吧？你把我的这个啊孕育生命的床给趴掉，那还能了得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局，这一局有浅杂念二区玩家提供的素材，主视角太子加司马，二号位那边五五分灯，这里我们直接拿南蛮了没有问题，勒布斯鲁被六号位拿走，这边啊开局直接九杀，还有吓人呢，没有盲区，那么主视角南蛮开出来，这样的话南蛮一波啊，曹老板感觉也就这样了，接刀杀人，最后呢九，这个应该来说啊，这个九磕的比较寂寞啊，寂寞啊，下家无中生有开出来，最后呢没有大动作，
四号位就这样吧，低调。六号位的乐不思蜀会不会乐曹老板呢？看一看啊，乐了。那么主视角手里啊有无限，有其他都可以来放周三面。七号位吧，注意点，对吧？保曹老板，保曹老板。这边呢，无懈可以省一省啊，你直接改判啊。吾乃天命之子。当然也有可能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很贴曹老板啊，如果按照结算顺序，教主很有可能在后面藏着，对吧？所以这个啊，还有可能被教主控一控啊，到时候真要被控就比较尴尬。曹老板的乐不思蜀控了一下香香，一号位弃牌，主视角直接被重铸，对，这里不用去看人的。你现在已经作为大位抱团了，你这个肯定是。尽量啊，在自己保留着自己的实力啊，不是实力，你这个要自信，自信。大位都出来了，我还管你暗将是谁？当然，有的时候一些暗将啊，可以避免这种，就是看完之后容错率会高一点，对吧？万一都发生了一些小事情啊，小乔啊、大乔啊、雷击啊，会稍微啊，显得会有一点点作用。你别杀了一下六号位，场上内其实就蜀位，当然啊，蜀位的可能性应该来说相当小。那边张任啊，神兽召唤，召唤出庞德。那这样的话，曹老板这边啊，一箭穿心，哪里可逃？哪里可逃？瞬间白板了队友，很尴尬啊。那么曹老板表示啊，还没怎么，哎呦，猪币都没了，关键这个猪币都没了，很坑爹了。直接撸张任了，那边还有贝哥，南蛮入侵。那么我们这边啊，早晚要还的，翻了香香。庞德呢，倒确实没啥好翻的啊。刚才都没，这哦强袭了，好吧强袭。这边好吧，这个闪电。哎呦，这主视角都没改判啊，就跪了哈，人在算天在看啊。来这边的话，主视角一波难埋，那么场上啊已经形成残局了，其实，那么这边吃个桃，然后利用队友杀一刀，再放逐，注意一点，我最难受，哈，在自己啊行商多发一张工资，哈。那边桃子救起远交进攻给一下，那么瞬间啊神弩到手。而且有锦衣，顺手拿一杀，那么直接挂起连弩，决斗还骚香香。那、这里的话，你决斗效率其实，早晚要还的。好吧，砸脚，啊，也算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无懈可击。那么这里的话，再气顺手撸一下张任，桃子磕起来，决斗骚香香。我还不可以死，无中生有，还是我的。以逸待劳，刷一下。再杀一刀张任啊，那么这样的话张任就GG了，奈何啊。那最后的话这个地方杀真姬其实不太应该了，对吧？这刚才都替你去杀香香了，这你应该来说还是。那么主视角这边啊一波秒了三啊，秒了三，最后剩下一个三号位就轻松了。马老板大嘴，关键是被翻面又被乐天命。下一局，下一局由三七八区玩家冰国五二零提供的素材。这一局看一下主视角的话，这个狗司马，爱兵如子。刀给的 horse 啊，来吧，李典，怨消恨解，以训兵符。哎呀，太不给面子了，这都没看完啊，就突如其来的伤害啊。好吧，没看完就没看完了，我这个，我们来直接用这个客户端吧，领个小奖励啊。国战抱团，嗯，还好啊，刚开始没多久，啊，说不动了，嗯，又一个小时了。好，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是狗司马组合啊，这整个这一场20分钟，略长了。
然后每天呢上来礼典，众将死战，哎，要我为国。这边的话又是一波、啊、开局的三连动盲狙，国阵难受。当然这个宋帆面好评啊，桃园结义再一开，张合若青云之飞月，就是你违抗不了的天命在我掌中，就是你违抗不了的天命，怎能不识变数？好，甄姬的话，这里啊过牌还是可以的，毕竟张合、啊、那边的话 ，A O E 配合曹丕放逐，尽管放马过来，行军打仗，准备随机应变，去虎吞狼，就动徐盛啊，顺手过他桥，各个控啊，但是手里呢这样、啊、一波黑都没有了，天机难测，后面呢这边啊，尽在我掌中。哦，马老板接刀杀人打无懈，在我面前耍滑呀，直接开工资啊，太嫩了。那么这里人王加一啊，你这当然张合现在整体啊，他应该来说考虑可能输出更好一点啊，直接打输出。现在呢孙坚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可以考虑打一下四号位这个点，可能不是变数，七号位也行啊，七号位，但是七号位的主视角这边打不到，我们到时候可以跟他跟张合拼点啊，万箭齐发，哎呦，哎呀，前期啊，我们整个的第一轮、第二轮，你看啊，这边排效是高，但是呢，一个砸在孙坚，一个砸在庞统身上，就尴尬了。还好下家这边二爷直接被带走，最后呢，主视角还留了一杀，这一杀留了防止粘土丢掉被借刀，还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也留了一个大点，当然我们这一杀杀出去呢，整体而言啊，你是带不出节奏，对吧？杀出去之后可以保证自己的劫命的空间啊，多一张牌。哎呦，曹丕被乐比较伤啊，统帅三军怎能不识变数，投一下南蛮，你再弄一下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啊张合这个点还可以的，我们可以跟他啊还是一个去虎吞狼的打法。最后我们主角也可以回血，哎呀这个桃园完美满分，满分啊。那么主视角这边虚虎吞狼之机、K 点直接上庞统，最后回血杀一刀下家，留一张黑，这一张黑主要就是想给甄姬，这个就是想给甄姬到时候改判啊，没有其他想。那边狂符啊还是比较牛逼的，决斗再来一个，曹丕当然手里应该有一桃，刚才都是被乐。马老板这一瞬就差评了，这名字可以顺顺主视角吧，没有曹洪的那个飞影吧，啊，别到时候又飞影打你，这个顺手忘了自己的锦衣啊，你可是有自带啊骑马的男人对吧，白马王子，这个好评啊，这个好评。那么火攻没能扫掉，支持重铸，最后加一挂旗。那么张合的话主视角啊可以改判一波，天机难测却尽在我掌中，顺手没法用，过河拆桥可以，借刀杀人可以拿钻石，乐不思蜀也满分。那么这里的话再偷一下，快指快你，哦哟，正毒啊，有桃 ，nice 啊 ，nice， 一大牢刷一下，那边打了一个国务蟹，借刀选择了麒麟弓，好吧，过河拆桥，最后是直接杀九杀潘凤啊。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南蛮入侵，那么曹丕的话肯定是放逐空城了，对吧？这个时候啊，这一局就是魏家好，整体三 v 五的这种啊打法是完全打开了啊，完全打。虽然你看啊，整体最后啊，这么一个还是很艰难的局面，对吧？以至到现在还是很艰难，还是很艰难。万箭齐发，那么这样的话，曹丕闪掉甄姬肯定没问题，主视角呢又不背弃，哎，神神一久啊，太嫩了，太嫩了，月英后宫之中，哎，有一套啊，曹丕这一套应该来说，自从那个时候就没吃过吧，就没吃过。好，现在就看他们有没有逃了，啊，终于带走，这样的话就稍微好多了。后面的话拆太后也没有办法啊，其实。他这边的话到时候张合一波啊摸牌就可以了，到出牌阶段的话太后已经没牌正读了，所以的话太后没有办法去收甄姬这一个人头。仿佛心天机难测却尽在我掌中。好，最后的话这里应该是很简单了，我们八倍速结束啊，行军打仗需得随机应变，对吧？这样的话最后庞统其实略说是红颜
有一个闪电啊，每人都砍一刀都已经够他收的了。三座大山压身，又是一波桃园，基本没有机会投降吧，对吧？这个关键是，如果刚才都是啊，这两个人一血，你可能还有点机会。但是你这个时候桃园一开，基本就是啊，吹响了最后啊死亡的号角。最后一局，看一下最后一局抱团也很艰难的。最后一局由四五区玩家三刀家的梦想停到素材。那么看一下啊，主视角曹丕肯定必带啊，这里的话配上了张合神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但是张合可能更好一点啊，带控场一点。好，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看一下主视角七号位，一号位呢一打刀刷两张，那边呢杀一刀下家，快指怪你不敢神勇皇子，太后出来太早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女布谁能挡我三连拳，那这个拳雄其实很尴尬，对吧？其实我们知道啊，如果是由于太后盲狙，像我们刚才那一局，由于队友盲狙直接开出了三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三连直接利用输出出来。但是你像这个很被动了，一二位一八位在这边，虽然是联动，但是是一个后手，就很尴尬了。那么大局这个时候呢，开 A 开 A 的话，感觉啊主视角有曹丕在，对吧？瞬间尴尬。然后瞬间这一局有三位对四全啊，对四全，五号位还不知道是啥。好，那么那边的话九杀一刀女布悲歌。那么现在啊开局陈雄一波被动啊、感觉啊郭嘉这一波输出呢，让应该来说啊让这个陈雄啊十分被动。但是呢瞬间这么一个被动局面之后，张任作为一个中间派野心家之后啊，他肯定就要动魏国了，那肯定要动魏国，直接把司马的副将给穿掉。比较尴尬。那么最尴尬的点就是马腾这里工资一开，红光之力的到来，对吧？这里非常蛋疼。当然啊，你像啊，虽然华佗有冰娘，但是人家那儿他毕竟能回血，回血之后两排在手，对吧？越老越要补啊！国拆桥拆急救。然后这一局其实呢魏将啊也比较艰难，对吧？张任他两边同时不能让皇啊、那边有桃，下次注意点儿。全雄啊一直在现在坑我们啊，那个野心将啊坑魏。好，投一波最后吃个桃，这个没有办法，这没有杀啊，没有杀。那么后面啊这边还有甲鱼，所以呢现在啊这里那边过河拆桥啊全都给了华佗、杀一刀郭嘉。现在呢曹丕这个点肯定不能动，当然他也动不了哈。郭嘉呢过河拆桥，但是这个过拆呢感觉应该来说还不如拆简易啊，对吧？还不如拆简易。别紧张，有老夫呢。张任看看这个时候选择砍兵剑，搜索连环，摸摸掏刀，哎呦没有，但是就坑坑张任了，坑张任。这一把三打五其实还是比较艰难的，那么当然也依托于啊有一些桃啊、有来神桃，这一神桃到手之后呢可能就好多了。好，那么郭嘉的话继续卖鞋，华佗接到二人南蛮入侵。这个南蛮呢跟全雄啊不算特别，不是特别受伤，但是主视角这里啊放逐你就尴尬了。本来三 v 五其实有放逐的话就有优势，但是你现在三 v 四了，三 v 四了，这一个放逐应该是比较关键的。那么那边啊，司马一波哇熊斩了。好，我们这边的话杀一刀蔡文姬控距离好评哈、让他们啊得不到。那么最后的话直接挂机九杀啊九杀，可以吧？可以吧？身负黄泉双眸。断肠最后三 v 二，这已经很轻松了。打甲鱼，华佗没牌，对吧？冰娘控到死，那么我们挨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最后的话这也就比较轻松一点了。甲鱼没逃，足啊！如果甲鱼这里啊，他能够活下来，就是一逃活下来，这边啊魏国一乱五，可能还真就主视角肯定是体力流失，司马的话被完杀，带不活不了哈，活不了。可惜啊，就是刚才一个南蛮啊
一个南蛮，对吧？如果不是那个南蛮的话，可能啊这一局贾谊可能还能打。当然他如果没有主动南蛮，司马这个点我们说过可以主动去看队友这个点去放手，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好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啊抱团啊就到这里吧，也没有其他想说的啊，最后就谢谢大家。